爱是星期五晚上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准备好了。团员，我们还有一个团员。对，我是消失在时间线里面的团员。是的，大家帮我看看这个，尤其在我旁边这个坤达哈，大家有觉得他这个脸有变化吗？这合理吗？是不是这个世界时光机真的是存在吗？对，其实 Energy 呢，其实在20年前哈，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一群这个很好的敌人。这样是叫做敌人，这个想从我听到嘴巴里面听到朋友吗？不是的。然后我说我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你们的这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舞蹈，16吨，对，16吨就是新专辑的主打快歌里面的一个绝活，绝活，绝活。我看这个舞红遍全网我看这个抖音啊、TikTok、小红书啊，然后 ins 啊，然后到处都有人在跳，甚至红到日韩去，日韩都很多人在跳。那但是我很好奇这个16吨到底怎么跳？可以教给我们还有现场的所有的朋友吗？大家记得16吨要跳整整的16下。待会呢，大家如果都有跳满16下的话，今天晚上的歌单我们有得唱了，知道吗？哪个那我就来教学一下。哪个辛苦了没有，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能够蹲得够低，是这样代表人生又经历高低潮，但你蹲下去没关系，但你还要大大的站起来。就像我们这次也是因为五月天的一个暖心的邀约，然后让我们又重新做了时光机，能够再次回到舞台。真的还是谢谢五月天，谢谢星期五晚上。